春，内受潮汕带风。牛与周起，与人心相，与众金刚难。金门神啊，尉迟恭啊，尉迟敬的秦叔宝，还有秦叔宝。门神啊，秦叔宝还有尉迟恭、尉迟敬的，会念到义啊。那唐朝初年，祥，唐太宗那个时候，门神你看，秦叔宝、尉迟敬的，后来用化的，那是门神的门神像由来的。疾病。陈为将。太宗为晋德曰：“与众人正中一派，今又我意，以保民心，仍善有功，则将报之父也。”或一之矣。是以后恩也不容。晋德在此地作，每当一律为政。安记还你去秦叔宝，你看，前进。
请往此区买米糕顺身梁建方三级不入贼区，请往此区买米粥贼送于晚上九，又从草流出怕于黎明秋，怕听来提你去去太宗乐兵远贼是以贵区，进而黑怕重视其心是何，进得力壮士帅为而入大破贼阵，太宗以江夏王道忠臣之以出，又从破敌人马，内有战功正秦王子所爱护护军，以太子曹拿王元及将谋害太宗，亦是出以招进德约，愿君长者之见，温故之之交，亦不所望也。人正以君于自物，亦说尽得其约，尽得其自优见，同意为王，天下之邦之相。中牛者，有仁义的，贵不容之。如何秦王贵以生命之救利民？三子犹当以身报恩。殿下无功，不敢又当重视，若失其殿，下殿试二军，必力望中，殿下一则左右，殿从命，必后退。爵，晋德行以此人，太宗曰：公之父亲，一于三月，其君子。斗，之公其不可移。是斗啊，斗不是斗。若不然，恐攻身不安。且知彼阴气，实为良策。人其本身亦尽得，令壮士往事。一，尽得知其计，乃众门动。安若不动，为其是其情，终不。一至一千七百零一。下部。元吉乃正晋德于高子，下诏欲去见，将杀之。太宗不见，可是为诸爵亲扰阴臣，建臣以元吉为将，预谋与太宗同送仪。分明时，将加敌害。晋德闻其谋，以长孙无忌去取太宗曰：大王若不去见之，则恐被其所害，各据为矣。太宗叹曰：今二公民主不肉，夜弃君师，为王之君，共主之位，寡人虽身被猜忌，或在其余，然同弃之情，终所未忍，亦该其先死。然后以一考之，公以以为何如？晋德曰：人情未死，众人矣。子奉王，子先受也。若先以不死，反受其咎。虽臣仁爱之小敌，望社稷之大计，或惧而不恐，将亡而自安，失人臣民难不避之。爵拔先贤大义灭亲之事，非所闻也。以臣以臣，请先诛之。王若不从，必得元起分逃亡命，不能交手受戮，且因败成功。民权之高见，软弱为敌，是事之先机。晋德今若逃亡，无计矣。欲从计，太宗犹豫未决，于是曰：王今不从晋德之言，必。知晋德本非王所有，必今败矣，如若之德。太宗曰：寡人所言未可全信，公正即之。晋德曰：王今只是有余非，是云南不绝，云南不绝。王纵不从晋德言，仅自绝地，其无家国。德今无生命格，且在外勇士八百余人，因私密功，恐悬被剐。提起。世事已就，王何得其？
记得用以投资及日夜计算，然后制定。十方全民，例如会皆被高祖弑出其子，记得复入。太宗令长孙，如记忆教书，全民等报曰：有事不举真事王，今若失业，必至失业，不敢奉命。太宗大怒，谓晋德曰：全民无罪己。被我曰：以左佩刀受晋德曰：公且往，观其无来期，可避。斩其首时来也。晋德又以无计议曰：王以绝计策入擒贼，公以急入仇之，我等四人不宜行刑在道。于是全民无会者，道士服随无计入，晋德别道入去。六月四日，建成祭祀，晋德领七十骑猎种祭祀，沿途走马，东奔。左右射之坠马，太宗左乘马右翼于林下，曾被左斩坠。一至1702，不能兴。延吉自来夺宫，回忆相恶，晋德跃马斥之，于是不走。帝归武德殿，晋德分族射杀之。其功府诸将缺万彻，谢诸方。冯立等率兵大至，屯于玄武门，杀屯于将军。晋德持剑成援，举手以示之，公府兵遂战。玄武门政变了，唐太宗兄弟之争了。太宗令晋德侍卫高祖，晋德换甲持矛，直至高祖左。高祖大惊，问曰：今欲作乱是谁？今来此何也？对曰：秦王与太子。秦王作乱，举兵诛之，恐陛下惊动，遣臣来助位。高祖亦乃安。南衙北门兵马及二宫左右游乡驿站，晋德受请将守事，令诛。金兵必受秦王处分，于是内外罪定。高祖劳晋德曰：今无国，久安社稷之功，自征物甚重。太宗深春宫受太子左卫立，时御者以建成等左右百余人，并合同作集谋，为晋德直之不听。曰：为罪者二兄，今以军事作政局之党，非许安之策。由是过免。一论功，晋德以长孙无忌为第一，各自建万子。其王府财地器物，封其田地，并赐晋德。贞观元年，拜右武后大将军，赐爵吴国公，以长孙无忌。房玄龄。并于会四人定时时封千三百户，会诸爵来入寇受之，收到行军总管以及之。回至金阳，晋德轻骑与之挑战，杀其民，将为罪败。晋德好爵职，赐其功，每见无忌、玄龄、吴会等。短长地面则平变，由是与执政不平。三年，初为襄州都督。八年，累迁同州刺史。常侍宴进善功，时有班在其上者，晋德。怒曰：汝有何功，何作我上？任城王道宗祀其下，因子义。之。晋德勃然，全殴道宗怒，子至鸟。太宗不义而罢，谓晋德曰：朕览汉史，见高祖功臣过前者少，亦常有之。即居大位，以来常欲保全功臣，令子孙无绝。然今依官则犯宪法，方知。韩
成一路非汉子之先。国家大事为长女罚，非分之恩不可数行，所幸十一后本也。十一年封建功臣为大，其四史特拜晋德天州刺史，改封二国公，后立禄下二州都。居住1703。五十七年抗蒋齐台部，受开府仪从三司，令朝朔望。十五蒋孙无忌等24人徒刑夷陵阉割。明太宗将征高丽，晋德寿。言车驾若自往辽左，皇太子又在定州，东西二军不复左。在虽有镇守，终是空虚。辽东路遥，恐有田改之变。且偏宜小国，不敌辛劳万臣，不请委屈良将，自可应时飞跃。太宗故纳令以本官行太常卿为左翼马军总管，从破高丽于晋地。三金台依旧继续。晋德末年主事边方，非炼金石，如石云。五本穿布旗台，从事罗起，常受清商乐以自奉养。清商乐。交通凡16年。显庆3年，高宗以晋德公追赠其父为幽州。其年薨，年74。高宗为之喜哀，废朝三御，令京官。父亲以上级朝级使父宅出，特赠司徒，并州都督，谥曰中武。自东元义庆，门神呢、啊？尉迟敬德就是尉迟恭啊，唐朝的尉迟敬德。另外有秦叔宝就是门神，门神有秦叔宝还有尉迟恭啊，比较黑脸的尉迟敬德尉迟恭，比较白脸的秦叔宝。哦，尉迟敬德尉迟恭很厉害啊。秦叔宝也是很厉害的、啊、名将勇将神将、啊、成神以后变门神神将、啊、你那个应该是公理的理啊，前体制转繁体制会出错。诸将士曰：“唯见兵却，必亲来追我。”其众既出，于内及之。若以千人袭敌，可有大利。此诚危险，谁能拒者？人皆莫对。为叔宝与罗氏俱起敌。于是叔伯伟驾遁，使二人分领千兵之余。李伟坚，继而林越果之兵追之。叔宝与是进食至其家大门地，不得入，二人超身骑楼，拔贼其势，各杀数人，营中大乱。叔宝继续又斩关羽那外兵，因纵火焚其31炸，烟焰涨天。明月奔台，叔伯又回奔还，大获贼众。明月以数百骑遁去，于皆掳之。刘氏勇气闻于远地，又及孙宣雅于海西，先登获之。以前后内军受见爵位，从叔伯进击李密于云阳，军败，叔伯死。记住1704。余重的余不是那个余，右边左边应该加一个十一柱四五星那个十。大喜，以为帐内跳旗，灾区甚厚。亦以化旗大战于黎阳铜山，为刘史所中，
重了。左右分散，归经血气为金宝不探味。金力最过敏。哦，前世报就里面。又收兵以之力战，化敌乃会。后必败。以文化祭啊。为王世充所得，属龙江大将军。朱宝宝世充之多诈，因其出抗。官军至于九举，以陈咬金、吴黑怕、刘进达等数十。程咬金呐、啊，哦，程咬金。半路杀出程咬金，你看。虽蒙心里不能仰视，只从此时。世充不敢低，于是来降。高帝令世其子太宗不闻其勇，后加。李毅从镇长春宫，拜马军总管。又从征于美良川，获益持进，得功罪居多。高帝遣使赐以金皮，劳之曰：“心不顾妻子，远来投我，又立功效。朕若可为亲用者，当割以自清，况子女。义国夫，亲当免之。秦受秦王又三统之，又从破宋金刚一界。修，路前后心，赐黄金百斤，杂彩六千段，受上柱国。从讨王，世充每为前锋。太宗将继奏建德以五劳，朱宝已经急速实现见其政。世充平既封一国公，赐黄金百斤，国七千段。从平刘黑怕赏物千段。朱宝每从太宗征伐，于中有骁将锐气选要人马出入来去者，太宗火怒之，则命朱宝往去。朱宝欲逆，跃马步枪而进，第四支万众之中，人马第一，太宗以数亿众之。朱宝亦以死火祭君上。六月四日，从朱建成元吉。是于拜左五位大将军，十。十封七百户。其后每多疾病，因为人曰：“吾少常戎马，所居。”二百余阵，以中重伤。亦无前后出血亦不足矣，安得不病乎？十二年卒，任徐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太宗特令左司就其陵内，命徐人马以军战镇之攻坚。十三年，改封吴国公。十七年，以长孙无忌等族群移陵阉割。